欢迎收看《行车记录趣》，大家好，我是宜晨。前一阵子呢，有一台车大家非常的关注，也写信来请我们试驾，但是跟各位说一声抱歉，因为之前厂商在办公办试驾的时候，时间太过短暂，我们没有办法试驾，因为我们试一台车要很长的时间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来帮各位来测试，那就是 Skoda 的 Fabia。但是如果我们今天只做单车试驾的话，那真的是太没有诚意了，所以我们把它的对手，也是前一阵子各位很关注的 Fiesta 拉出来一起做极品。他们两者之间啊，不管是引擎、变速箱，甚至他们的税金、油耗，包含他们的车价，都相当的接近。一起来看今天的极品吧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台车的规配表，在我左手边跟右手边。我们先来看一下 Fiesta。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它有四个车型。那我们今天试驾的是运动版，也就是 1.0 的最顶级，它的售价是698,000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Fabia， 它很单纯，只有两个车款。那我们今天挑的是最顶级 1.2 的涡轮增压引擎，它的售价原价是788,000，但是目前它有优惠价是729,000，所以它们的售价其实是很接近，可以做一个比较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Fiesta 它的车头。以它的车头来讲的话，最有话题性啊，前一阵子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马丁头，但是各有喜好，这个部分我就不评比了。我最主要它的头灯是采用一个后掠式的金钻头灯，那它里面用的都是传统灯泡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Fabia 它的头灯呢是一个熏黑的设计，而且它搭载了 LED 日行灯，它有鱼眼，但是它也没有 HID， 但是整个头灯的质感表现上面呢，这个部分是 Fabia 表现是比较好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车侧的部分。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它有一个前低后高的线条，那尤其它的车顶有一个很漂亮的曲线，结合后面运动化的尾翼，整体来说它的设计是紧凑，而且给人的感受上呢是比较运动感的。车侧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就是轮胎跟轮拱之间的距离啊。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它是比较小，所以它营造给你的感受，整个都是比较运动化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以 Fabia 来讲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很多线条的设计哦，来自于它的水晶切割。那整个车顶的线条来讲的话，它是属于比较方正，所以这边显露出来的感觉呢，是给人比较务实的。那另外一个重点，刚刚提到就是轮拱跟轮胎之间的距离。真的觉得略显高了一点，但是想必它在整个路感的回馈上面会是比较舒适的。另一方面，我们来看它配的胎，它配的是15寸的胎。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它是16寸的胎，而且它的扁平比呢是比较低的，是50。那以 Fabia 来讲，它是60，所以它在整体想要展现出的感受上面呢，完全是不同的。还有另外一个重点，虽然 Fiesta 我刚刚讲它的外观，还有它的轮圈设定都是很运动化，但是以它的刹车系统来讲的话，前碟、后鼓跟 Fabia 顶级款式四碟来讲，一定会有一些差异。等一下我们来做一个刹车的测试，等一下试驾的时候来帮大家试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车尾造型，先从 Fabia 开始。一些水晶切割的线条配上一个尾翼，但是这个尾翼呢，它的造型是比较保守的。那以尾灯来讲的话，它的招牌 C 字型的尾灯，那这次呢，以 Fabia 来讲，它还有一些黑色的边框，跟它的头灯熏黑尾灯其实是有做一些呼应的。那整个造型是比较方方正正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上面搭了一个大型的尾翼，这也是让它看起来为什么那么有运动感的感觉。后面保险杆结合了一些黑色的防刮材质，那整个层次是比较丰富的，但是因为它的线条是比较流线、比较运动，这势必对它的行李箱空间会造成一些影响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开启的方式是电磁阀开启，打开之后，小车的行李箱空间我们不能太过要求嘛，281公升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abia， 一样是电磁阀开启，各位可以看一下画面的比较。以 Fabia 来讲的话，因为它的车身造型是比较方正的，它行李箱空间就有330公升，是比较大一点的。尤其它的空间规划这一点，我觉得 Fabia 是比较好的。它的帐板做了一个收纳的地方，两台车都支援了椅背六四分离的倾倒功能，但是因为线条的关系，
还有开口大小的关系，这一方面我觉得 Fabia 他的表现是比较好的。它的启动方式哦 ，push start。Fiesta 它的内装啊，各位可能从画面上可以看到，它可能有一些伤痕累累啊。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借的不是新车，它服役有一段时间了，专门提供给大家试驾。但是这不影响一些细节的表现，细节哦跟新旧是没有关系的，包含它的材质啊，大部分都是硬质塑胶，而且我觉得塑胶感稍重了一点哦。再加上它的边有一些都还蛮利的，这个部分都还有改善的空间。那除了硬质塑胶之外，钢琴烤漆饰板啊、方向盘的皮革、金属饰板等等这些哦，基本上这些元素组合起来的。那以空间表现来讲的话，我一直觉得福特都不是它的强项了。像这个啊，它的酷咖看得到 ，Focus 看得到这样的造型，那甚至到今天的 Fiesta， 它的造型都是一样的哦，都很向前突出。所以基本上空间表现哦，还有它的压迫感。都是比较不好的。我常常在想啊，这里面都不知道藏了什么东西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重点配备有哪些。上面的快捷键啊，或者是雨刷自动感应、头灯自动感应、Sync 的萤幕啊，这个是中文的。然后仪表板中间的单色资讯幕，全区域的恒温空调，换挡的按键在排挡杆左侧。这些通通都是它的配备。那至于乘坐起来的感受，整个座椅它的发泡棉给我的感受是比较硬派的，那整个包覆性啊是比较强烈，给人的感受上面，它的设定就是比较运动化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Fabia 它的表现。Fabia。它的启动方式一样是 push start。好，整体内装来说的话，它一样是采用大量的硬质塑胶啊，毕竟它是一个比较入门的定位。但是以细节来讲的话，还有它整个呈现的质感来说的话，我认为 Fabia 它好上很多。那整个车室呢，它还使用了这种白色的大面积的钢琴烤漆，搭配它的这种座椅哦，复合式的材质，织布啊、网格布啊，还有这种牛仔布，以及它的外观有三种车色可以选，所以搭配下来呢，整体来说是相当活泼。那它在细部的质感的呈现上面呢，我觉得也都是比 Fiesta 好一点的。那它的方向盘手感整体来说也是比较讨喜的，上面快捷键也相对比较丰富。它有自动感应的头灯，但是它少了自动感应的雨刷，但是它却多了定速系统啊，这是它跟 Fiesta 不一样的地方。前方一样有两个萤幕，一个是在双圆式仪表板中间，一个是多媒体资讯幕。那两个呢，很可惜都是英文的，但是以旅程电脑来讲的话，它的萤幕比较大，而且它显示的资讯丰富非常多。那整个多媒体萤幕它支援的触控，而且是彩色的，这个部分呢也比较赏心悦目啊。但是功能跟 Sync 来讲的话，几乎都是很丰富。下方的空调，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它是电子式恒温啊，但是它就是采用一个比较传统简单的空调系统。至于后座的空间表现，刚刚我已经稍微比较过一下，各位可以看一下比较画面。整个膝部空间表现我觉得是差不多，但是头部空间表现 Fiesta 因为比较流行的关系，所以它的压迫感稍重，再加上它的窗户开口比较小，所以在空间的感受上面以 Fabia 来讲是比较舒适的。那整个乘坐的感觉上来说， Fiesta 它的座椅还是比较硬，比较运动的感觉。那我个人比较喜欢 Fabia 这种比较活泼的色调，那坐起来呢比较舒适哦，那整个质感也是很出色。那整个配备上来讲的话，他们一样都没有中央扶手，但是一样都有两组的 ISOFIX。等一下的试驾，我们会做一点简单的测试，因为这两台数据规格在伯仲之间。那我们等一下测时速0到100的加速性能表现怎么样？那再来呢，测时速100到完全静止哦，他们不同的刹车系统，看看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。那我们今天找了一个很空旷，
人烟稀少的地方，等一下请工作人员帮我们注意一下交通状况，我们来做一个简单测试，之后呢我再做一下试驾的这个体验，最后跟各位分享心得。基本上法比亚给人的感觉就是一台很标准的欧洲小车，那整体来说底盘的回馈感受相当的好，然后像我现在故意压一些坑洞，很舒服，所以它的行程设计的这么长是有原因的。1.2 的小引擎，但是因为涡轮增压的关系，所以基本上驾驶起来都不太会有拖泥带水的感觉。重点就是你在驾驶 Fabia 的时候，因为我常常讲啊，内装是你常常要面对的东西，所以整个方向盘的手感啊，还有整个内装啊，甚至我打方向灯，这个手感都很好，质感很棒。我想这是 Fabia 另外一个迷人的地方。加速表现我觉得很可惜因为它没有换挡拨片，不过也还好啦，它有一个 S 档，那要换挡的话就是用排挡杆的方式，那基本上 DSG 变速箱它带给你的顺畅性跟换挡的速度都是非常够。换挡速度还是一样快， DSG 很吓人。至于 Fiesta， 从以前我就觉得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 1.0 的引擎它只有三缸，但是运作起来精致度各方面的表现不去特别提它是感受不出来的。那更吸引人的是它的加速表现其实是还挺快的。那唯一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比较有意见的大概就是 Power Shift 它的换挡我稍微顿了一点，如果跟 DSG 比的话，刚刚稍微比较了一下它的速度啊顺畅度都稍微差了一点，但是以一般市区代步来讲的话都是堪用。那整个底盘它给你的回馈哇很扎实，还有就是它的稳定性表现让我非常的惊讶，尤其它在高速公路展现出那种好像中型房车的那种稳固的感觉，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。如果它有换挡拨片多好，就不用在这边换挡，尤其它的这个加减号在低档的时候是不能使用的，还要调到 S 档。经过刚刚的测试然后我去试驾了一下，我先给各位看一下他们两边的规格都各有不同，我左手边右手边都有，下面有我们的成绩，我先来公布一下。那以时速0到100加速来讲的话，法比亚它是比较快的，它的成绩是 10.4 秒，那以 Fiesta 来讲的话它的最快成绩是11秒。刹停距离呢还是法比亚比较好，它的刹停距离是 40.3 公尺， Fiesta 43点多。那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影响呢？虽然 Fiesta 它的马力比较大，但是法比亚它有比较出色的扭力表现，再加上它的 DSG 非常快速的换挡，所以它比较快达到时速0到100。还有另外一个差异呢，就是它们的刹车系统。以法比亚来讲的话，它是4碟的配置。那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前碟后鼓的配置让它在刹停距离上面稍微吃了一点亏。最重要的差异呢，大概就是它们底盘整个调性是完全不同的，虽然他们的底盘都透露出这种欧洲车的坚固，
尤其刚刚在一个时速100到0的这种测试的过程当中，它发挥给你的这种安心的感受，哦，两者都有非常优异的表现。但是整体呢，底盘的设定是完全不同的取向。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就像它的外观一样，它是一个运动的取向。那它的悬吊呢，它调教的是比较偏向运动，再加上它的整个发泡棉的座椅，它是比较硬派的，所以整体来说它的颠簸的感受是比较严重。那以 Fabia 来讲的话，它的发泡棉是非常柔软的，那它有很长的冲程的悬吊，所以在整个驾驭的过程当中啊，我刚刚有特地去压了一些凹凸不平的路面，整体带给你的感受上面是相当舒适。但是相反来说的话，以整个运动感受的话，我认为是 Fiesta 是比较好的。整个后轴的稳定性跟它的刚性表现、侧倾的抑制性等等，很明显的 Fiesta 就是偏向运动， Fabia 就是偏向舒适。那么最后我来补充一下两台车的主被动安全配备。其实两台车表现都非常出色，哦，以 Fiesta 来讲的话，你买到最高等级的 1.0 运动型，它标配的是六气囊、循迹防滑系统、车身动态稳定系统、斜坡起步的辅助系统等等，这些它通通都是有的。那么以 Fabia 来讲， Fiesta 有的它通通都有，它甚至还有再多，比如说预防二次的碰撞系统啊，甚至它还获得了 Euro NCAP 五颗星的这个认证。这个东西就像一个证照一样，这是国产车完全没有办法比的地方，所以我想这个是 Fabia 它的优势。那么以油耗表现来讲的话，他们两台也有所差异。以 Fabia 来讲的话， 17.1 公里每公升，它的能源效率等级是三级。 Fiesta 18.4 公里每公升，能源效率等级是二级，这也是他们有差别的地方。那今天呢，最后该怎么选车？我想这个问题非常明显哦。Fiesta 它就是非常明显偏向运动的风格， Fabia 它非常明显它是非常平衡而且务实的一台车。这两种不同的调性，你喜欢什么样的车你就挑 Fiesta、 Fabia， 我相信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。我是以晨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